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你的康康秀又来介绍台湾马盖先背包系列。今天要介绍的呢是马盖先在2023年所推出来的魔法万用套6902。马盖先背包除了背包、单肩背包、双肩背包、比较重的背包，然后攻击背包、军规背包、战术背包、好侧背包、腰包、小包、挂包，好还有那个鞍带，好然后邮差包等等，它还有很多的小小的配件也非常有名，还有它的副包，像这个呢，就是它20多年前出的一个甩棍棍套，多功能的工具袋。抽拉式蝴蝶的手机套 okay, 背面这个多功能的一个魔法万用套。那这个材质呢，它是1050的弹道尼龙单，好非常的强悍，在之前一个影片我有介绍它的弹道尼龙。那这个呢，它又结合了之前马盖先一贯的模组化的一个设计的元素，像它之前的魔幻背包系列跟魔幻配件包，还有它的一些小副包所做一个组合，还有它自己也出了一大堆的Moni 的扣条，好，这个是它的，以后会慢慢再介绍。这两个是刚买的，是2年前买的，是3年前买的。设计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非常好，因为马盖先他之前就有出所谓的保暖水壶套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可以附挂的东西，但是呢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，我们可能会需要多元化，也就是他可能2-3年前所推出来的魔幻系列，好让你可以组合推出来的一个万用套。它首先都有两个带绒布的，算是面板啊，就硬的直的面板这一片跟后面这一片来当成它一个主体，有所谓的织带环啊。那比较长的东西呢，可以借由弹性织带去把它放松啊，然后来扣住它。就这个边呢有一个活动舌片啊，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织带可以抽拉哈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？就是让它的两片的绒布面板哈，借由活动舌片，还有它所设计的尼龙跟织带的组合去固定这个东西，然后用弹性绳，就下面这个，去控制你这边的厚度，那你就可以达到很多元化的一个装载的东西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元素，它可以弹性变化。后面这个，后面呢是它的一个算是专利系统吧，魔法系统，它可以做腰挂，可以做 money， 可以做一条扣条、两条扣条去固定你想要在固定的地方。那我有试过，那我可以做背包的 money， 好，那我也可以附挂在背包的侧边，还有胸带这一边，好，这边都可以做东西的一个变化。那甚至呢下面呢这一块呢，当你的这个拆掉之后呢，你可以附挂斧头，哎，这个东西他们马盖先之友哈，这个马蜂窝的成员哈，然后就觉得他们背包好都有一个设计，可以附挂一些户外用品的东西，多种阅读。我不要买很多不同的小东西去挂载，那我可能只要买一两个，这一个我可以挂在腰上哈，我可以挂水壶，我可以挂行动电源，我可以挂斧头，我可以挂求生包，我可以挂雨衣，我可以挂无线电啊，我可以挂手电筒等等。你可以把这一块呢缩到这里面来，好，是上部开口塞进去。你可以使用他们的扣条，有5寸的，也有3寸的，另外的标准式的一个扣条。当然你也可以使用成一条，好，那这个一条，这个呢下面呢还可以塞进他们的这里面的织带里面，好，就是往下塞进去，然后呢让这个地方稍微的露出来，就不会容易滑动，好，都可以弄得很稳定，而且它的重量呢平均都有做一个设计。那我们可以装什么呢？我们可以装无线电，然后这个织带呢，我建议是穿过天线，这样子你会比较稳定。那你这边就是一个无线电在这里，也可以装比较大只一点的，大只一点呢你这边可以放松，然后你这个舌片呢也可以拉长一点点，然后这上面的弹性织带呢也可以放长一点点，那你呢就可以附在到你的战术背包上面，或者是你的攻击背包上面，或者是你的腰挂或胸挂上面都可以。这个呢是防水音箱，好，很多人都挂在身上，但是呢我一直想找个地方挂，可是呢我又不想垂着背包那晃来晃去晃来晃去，哎，马盖先的魔法万用套刚刚好塞进去。我这个音箱好是有一点大，所以你可以买小一点的也没关系，
那重量呢也不会太多，基本上这个魔法外用套哈，可以承受的力量蛮大的哈。然后这边就可以做一些控制哈，这边有电源，可以放音乐。户外哈，尽量不要开太大声哈，有你喜欢的音乐，不见人家喜欢。是欧莱的，未来我也会拍他的影片。那你也可以放在你的那个魔法套里面，那你也可以挂在你的腰挂好，随时取用，或者是你的背包的上面，或者是胸带前面。急救包好，这个急救包比较大，它是属于户外帐篷。我觉得登山朋友一定要带一个铝箔毯哈，那我这个是铝箔帐篷，比较大。你这个好就要做调整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将我们的织带，就弹性织带哈，给它放松一点点，大一点点，这样子你才有空间塞我们的急救带，塞进去。所以它可以变化的空间很大，就是一个急救包，你可以当做紧急避难使用，一个 set 在这边。这个大空间呢，你也可以装水壶，好，但是水壶不要装太高的。那我这边呢，还有一个东西没来，好，就是酒精炉，一个小小的四方形酒精炉可以塞在这里面，然后结合到我的这个户外餐具。那我这边呢，就可以很方便的呢去做一餐啊。那酒精炉大概可以烧20分钟吧。下次我会再拍影片。装斧头哈，首先就要把这个哈蛇片给拆掉，那斧头才从这边露出来。拆开来，半道尼龙，看它缝要缝多少东西啊。好，我们再把这后面拆开来，这裙这里，这有个织带，塞进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下面呢再反折。这斧头1公斤哦，蛮重的。织带有点松，弹性的，我们就把伞绳拉起，然后这边就把它扣住。我手指头呢模拟我的腰带哈，挂，就这样子。斧头你可以挂在你的背包上面哈，也可以挂在你的腰挂上面，但记得哦，你在公共场合哈。这些东西就不要拿出来了，到户外需要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啊。这3P 的、超级3P 的，很多包好，上面都侧边、正面都有很多的 molding， 都可以去使用它。我们刚刚讲到扣条哈，首先呢，我们讲一条扣条，一条啊，这边就可以塞扣条。那扣条呢，你可以塞5寸，从下面直接不要客气，可以啊插过去。那这边呢就可以开始穿插你要固定的 molding 哈，这个穿插。那为什么要选5寸呢？哈，因为5寸哈，我需要我的这个东西不要晃动。这一个是马盖先粘粘板嘛，后面就是 molding 哈。所以当我要固定在我的背包上面的时候呢，我第一层一定是跟它一起结合哈，这一层跟这一层去结合它固定住。那第二层呢，我会再穿过马盖先的这一个中间这个部分，然后第三层呢再穿过这个部分，所以它等于说是交错交错交错，有没有？第一层跟第三层，然后这个呢是第二层，然后上面固定跟中间这个固定，然后后面的尾端呢再固定一次，你的这个东西就会固定的非常的稳定哈。如果你做比较重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它塞进去，用作因为这边就有2条 money 了，你这边就可以用2条的 money 来做使用它。你就挂比较重的东西，3个都穿过去会比较好。当然你也可以用扣条，扣条会比较柔软，固定也可以，有黑色的，还有3寸跟5寸，那目前呢是5寸，那这个就可以马上固定。那这固定呢，也可以做腰挂，也可以做 money 哈，然后由这2条来做它的挂载。那这个也是马盖先的品牌，你的已经从你的腰挂上面，或者你的背包是跑侧面、前面的背带啊，都可以，真的是厉害。然后呢，还可以做一些组合跟变化，这个设计真的是不简单，真的是不简单。